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八场三班千二的短途赛事，三号是独赢大热满堂红啊！一开闸的时候，前面快的马及时取胜，御王英野孩子啊，内栏气势如虹，中间夹住仲有灰马呢只飞星海船啊，再出边咧仲有呢个自由无敌大外档万事恩啦。咁后一阵嘅马满堂红咧，咁啊响尾五，尾四光芒再现，内栏尾三威威宝贝，后面两只奔红赤同埋嗰只咧就十分醒目嚟噶。好啦，跑对面直路中段啦，及时取胜攞咗埋栏先。咁啊见到外边万事恩咧就拍咗埋嚟噶，跟住第三位自由无敌，内栏第四位野孩子啊，出边浅蓝衫第五位嘅马咧仲系御王英啦，灰马飞星海船啦，内栏带第六七位仲系气势如虹啊，尾五满堂红啊，尾四光芒再现内栏添，后面三只咁啊有呢只奔红赤啦，威威宝贝啦，包咗落尾仍然系十分醒目嚟噶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啦，及时取胜内栏，咁啊见到呢只万事恩逼佢出边仲系自由无敌啊，响内栏等紧位仲系野孩子，沿住个中档追紧，仲系气势如虹啊，入边上紧嚟仲有光芒再现，不过有啲塞啊，大外档嗰边就满堂红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，及时取胜依然系占先，中间光芒再现上紧嚟，出边仲有满堂红接近终点，光芒再现喺中间透出夜晚跑第二名咧，就满堂红响出边，入边咧就及时取胜啊跑第三，第四名嘅马咧就系呢只万事恩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光芒再现，咁啊大外档起步走啊走啊走咗二搭，跟住仲攞埋栏添。直路初咧有少少塞，咁但系一打开中门，结果冲上嚟赢，满堂红都好蚀啊！追上嚟跑第二，及时取胜就第三、第四名系万事恩。潘顿跑得好有心机，又摄得好好，直路嘅俾佢攞到个位，反而响佢埋边嗰个野孩子咧就一路塞到冇跑过嘅。结果光芒再现，帮阿潘顿食咗尾壶，顶住莫雷拉，系啊，莫雷拉嗰只满堂红跑第二，摆第二啊！及时取胜第三，万事恩跑第四，真系一路死等嘅嗰个位，一路唔开唔开，我咪等咯，等到最后真系开。林美友一搭三嘅连。睇月嘅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一号嘅光芒再现啊，独赢派101蚊，位置派33.5，跑第二名系三号嘅满堂红，位置派18.5，跑第三名五号及时取胜，位置派17.5，连赢位一搭三派194.5，三门赛一号、三号、五号派1429蚊，单贴派228蚊，位置 Q 一搭三派82.5，一搭五派77蚊，三搭五派47蚊，跑第四名系12号嘅万事恩。真系俾佢等到，系啊，我系择位捐出嚟啊。反而野孩子啊，见到史翠峰今日都好几只喺嗰啲位嗰度杀杀杀杀杀杀咗一轮，又真系由头杀到落尾啊！啲咩有料小子去到尾场野孩子系嘛？你个呼应啊喂，睇睇个组合到赢三拣一，胜出咗 A 三其他冷门派19.5。骑场啲仔系咁样塞车。首尾呼應啊，果然可以做到。睇睇個騎師王嘅預計賽果啊，一號嘅莫雷拉36分，大熱蜂王啊，都係莫雷拉。呢只都今季贏到都未識停啊，光芒再熱。我哋睇睇四連馬啦，派845蚊。四重彩呢，两万几啊，扭一扭尾。嗯，21292蚊。好啦，咁我哋又睇啦。你講緊偉大嗰只嘛？係啊，咁你可以形容下浩然。係，咁啊檔位比較厚啲啦，當然佢排個檔位係外啲啦。呢只啊，奔紅赤。啊，即係而家鏡頭最尾嗰只啦，當然係。咁啊，大家都要及住啦，係嘛？睇下佢點樣走法啦。嗯、好啦，去到呢度我哋又睇咩咧？我哋又睇下嗰啲實力馬啦，譬如話及時取勝啊，威威寶貝啊呢啲啦嚇。咁啊，最近跑成點？你睇下呢場，你覺得滿唔滿意咧？咁啊都冇問題啦，及時及時取勝就冇乜好講噶啦，都威威寶貝咁啊咁快個步速留呢啲位都有數噶喎，一般咁衝落又啲稿子冇乜滯喎。威威寶貝咧，即係個地濕就幫好多嘅，好翻天就真係
會影響到佢啲。不過呢只馬賽前你留心啦，有一兩課呢只馬聚手程度已經少咗嘅。呢、個我臨場已經話嗱睇到咁你睇佢衝落去到，因為呢場馬係快步速嘅嘛，係咪？佢應該就，但其實結果步速就冇預期快得咁緊要嘅嚇，咁所以佢。但是追落去都唔勁嘅，你睇翻，反而出邊嗰只睇下，你睇下，睇得唔清楚再睇，係再睇，我哋仲有斜鏡睇下嘅。咦，入到直路其實都係最後嘅喎。最後嚇，咁我淨係用前面只滿堂走幾快，佢走幾快嘅啫。咁啊，呢啲跑線今日跑線，呢啲跑線一定冇運行㗎啦。嗱，佢撲喎嚇，追幾多㗎？你睇都幾流暢嚇，幾好喎，初次上陣，第一個 run 啫。分段時間頭段23秒57，第二23秒29，末段23秒58，總時間1分10秒44嘅。咁啊，兩大師傅啊穿 Q 啦，咁啊一個走內，一個走外，沿途大家的走位咧都值得欣賞一下。嗯，咁啊呢場馬咧潘頓就一流噶啦。你睇佢11檔點解會埋咗去？呢度唔見咗喎，一起步佢就拖啦，其實滿堂紅都拖嘅，知道前面嗰堆快。快嗱，佢今日守呢個位冇錯，咦一粒粒到呢度點解咁嘅？其實點解你喺我內側？其實咪眯眯嘴笑啦，因為我而家睇住你啊，我睇住你，唔好話食啊，我睇住你點樣玩。咁啊冇問題啊，如果你話而家你。大家投注喺度嘅時候，你睇下啊，望兩次都望住你，唔係望一次啊，都望幾次。你喺入邊，我嘅生位嚟嘅喎，係咪啊？即係頭先啱啱贏完只呢個蓮花巨星，你點可以話佢呢位唔好啫？佢都係特登攞二碟，然後再攞。各有各選擇啦，分道揚镳。嗱，嗰只焗咗埋內檔啦，嗱，佢啊走出去嘅。我搏緊啊，但係佢轉呢個彎靚喎，佢冇蝕喎，係咪啊？你睇下啦，貼曬轉嘅，嘣嘣聲再上過嚟喎。左邊哇，仲有嘅喎！但可惜與此同時，我哋影唔到個內側，因為散咗條路俾光芒再現出嚟。就大家再哇喺度個鐘嗰陣又碰頭啦！遇翻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去前面嗰堆啦。今日呢個潘頓跑呢只馬真係冇得彈，真係冠軍嘅潘頓啦！啊，我都真係遇唔到佢咁犀利，佢直情係放棄前段。一條心就喺入邊搏，咁搏唔搏到唔知啦。你知前面梗有噶嘛？好似你話齋，你搏唔到就係咩啊？九紅啊！搏到係英雄。而家英雄，而家呢場馬係真係100分啦。咁還費，因為你即係一即係擺出個牌面出嚟，你最重磅，然後抽個即係唔好檔位啦，11檔都即係難跑噶嘛。咁佢唯一一樣嘢對付到對手，因為你如果你計前速，其實滿堂紅出閘都係好快噶嘛，可以嘛？咁你就唯有就希望我縮到入去。先至有機會對抗，結果係搏到。我哋從個 hot cam 睇咧，你都唔可以話阿莫萊拉揀錯㗎啦。哦，佢咁跑到咁，仲想點啊？老實講，爭步啊，咁啊，而家輸少馬今年。係啊，咁啊攞生位，起碼都一定有得衝先啊嘛。咁所以結果今日做騎師王嘅咧，咁啊都係啊莫萊拉啊一號騎師攞到36分。